哎呦，这警察要抓我，我躲哪儿啊？哎，来，你下来，别吵吵，我坐里头。嘿嘿，这样警察就找不着我喽。啊啊啊！别吵吵，别吵吵。哎呦，乔治，你怎么从婴儿车上下来了？哎呀，你这个坏人，你赶快给我下来！你抢我家孩子婴儿车！别吵吵，别吵吵！哎，怎么的呀？你抢我家孩子婴儿车还不让吵吵了？大家快来看呀！这人抢我们家婴儿车，我家孩子哭的。你真坏，赶快下来！是啊，抢人婴儿车就是不对。叮咚叮咚，你这个坏怪兽，赶快跟我上警察局！让你们吵吵吵吵吧，警车都来了。废话少说，赶快跟我走。谢谢你们呀，孩子呀，快坐上婴儿车。鸭太太去接孩子放学呀？不是，我带孩子们去玩。啊？可是你身上没有小鸭子呀？啊？那我身上的小鸭子哪去了？哎呀，猪妈妈，你快帮我找找。哎呦，这我上哪儿找去呀？猪妈妈，快求求你了，我的鸭宝宝不见了呢。好好好，我帮你找找。鸭宝宝，鸭宝宝，猪妈妈，不用找了。找到了？不是不是，哎呦，怎么说呢，是我出来的时候忘带宝宝了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记性，那快回家看看鸭宝宝在不在家。哎，好，这就回家。妈妈妈妈，哎呦，我的鸭宝宝真在家呢。哎呦我这记性哦。妈妈回来。鸭太，哇，长得可真好看，快看那大眼睛，那大眼毛都这长。嘿嘿，我抓回去做我的鸭仔夫人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这里头咋还套一个呢？他也不错，跟我走吧。哎呀，这咋还有一个呢？我再拿起来看。哎呦，还有，再拿起来啊，还有。哎呀妈，都给我眼睛看晕了。这还有，怎么越来越小了呢？还有这么一点点的。哎呦，好小啊！啊，还有一个这么一点点的，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吧。你也太小了，我一脚再给你踩扁了。原来这些都是套娃。哎呦我还。海绵宝宝，你被解雇了。蟹老板，你不要解雇我，你解雇我，我就没有工作了。你总迟到，必须解雇你。我要雇一个准时上班、准时下班的人。你赶快走吧。我失业了。蟹老板，我想上你的汉堡店打工。蟹老板，我也想上你的汉堡店打工。蟹老板，我也想上你的汉堡店打工。你们都想上我的汉堡店打工啊？是啊，蟹老板，是不是做你的员工汉堡免费吃啊？是不是做了你的员工薯条随便吃啊？是不是做了你的员工鸡翅随便吃啊？你们这些吃货，不用你们。我还想用海绵宝宝。海绵宝宝，你回来吧。蟹老板，我回来了。海绵宝宝，我现在命令你正式上班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应该帮你的。杰佩奇乔治放学喽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谁在我家门口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啊？哎呦，摔死我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，来不及了，不然我去接孩子们吧，先去。哎呦哎呦，听说王子哥哥回来了，我要去看一看。哎呦，呵呵，我的天哪，是谁，是谁在这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摔死我了，好疼呀，王子哥哥。哎呀，刚刚看见有两个人都在这个坑里摔跤了，这不我开着我的小卡车，我来把这些沙子铲走吧，不然呢还会有更多的人摔跤的。哎呀，这也太多了，我还是多拉几趟吧，装满满的。哎呀，滴滴滴滴，哎呦，可真不少啊！我足足装了得有10车吧，还好，马上就要完工了，可累死我了。哎，终于装完了，出发吧，佩奇、乔治，刚刚爸爸就是在这儿摔的，你们可以小心点啊！王子哥哥，我就是在这儿摔的，可疼了。爸爸，这哪有坑啊？这么光滑的路，怎么会摔跤呢？哎，真的，这路是被哪个好心人给填平了呀？是呀，这个人可真好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能摔跤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